本儿了，这主人是留本儿了，哎呀，来来吧，这主人是留本儿了。起来活埋了，干你看我干的再累了，那活埋起来干一会儿。好小子，我让你教我，你活活你伺候你，我不起，等吧。前面大货车靠边站，把驾驶证、行驶证拿出来。孙子，三哥，快下去，把咱出场不拿出来，咱这不抄。完了，说你跟人好好商量商量，跟人好好说说，快找出他点啥别毛病来。咋那个，千万不给你整生气了，不去，我这穿鞋呢，我。鞋你干啥呀？你干啥，三哥？别吓唬你不亲，不亲不能再吓唬，你吓唬我了，你知不知道你啊？我这来的也招。这心我吓得扑腾扑腾扑腾的。我还吓唬招呼你，还不亲不亲招呼。나보기 그대들과 다른 차이 바로 월등함 어차피 그
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击视频下方的蓝色订阅按钮订阅我们吧，下次更新会有提醒哦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